路上遇到了一只被车撞的小狗啊，看看，这还行，有口气儿，又碰上一个撞的，眼睛忽闪忽闪，跟上次那个狗狗一样，这撞的。没事没事，再停会儿，停会儿就到了啊！我也送了四平去宠物医院啊。宠物医院给你送到了，然后他能不能挺过去不知道了。大夫说他可能是颅内出血了，小强。嗯。好点了。能自己能站起来。自己前爪能转站起来，不要太使劲啊！你讲吗？前爪能站起来了，好，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，好棒！好多了，这孩子，哎呀，好多了，自己前爪能坐起来了啊！能坐起来了，幸运。小幸运能坐起来了，哎呀，这小幸运能坐起来了，哎呀，小幸运能坐起来了，家人们看看。